有解扣漏计，1500位共他已醉了。很有把握机会啊！韩国男生控溜24号出席华硕手机活动。大家好，我是 Zenfone 团代言人控溜。现场上千名孔太太齐声尖叫，都快掀破屋顶啦！不过孔太们最羡慕的还是他，因为有了 Zenfone 自拍如虎添翼。哎呀，好贴心，好贴心，有没有看到？我刚刚一直在想啊，这一场真好，都可以着地啊、哦。啊，刚刚讲到拍广告非常的困难，两个小时不要再拍了，他还认真在研究，能弄第一眼就好了嘛。就是哦。焦哥把咱们阿朱西逗得超开心啊！真的是在台湾最佳的主持人，真的是。是说台湾天气超热，阿朱西穿着长袖还好吗？长袖。점점분위기가더핫해지고있는것같아요现场的气氛都越来越热情了，越来越热了。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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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师，你以为要？没有没有，好，什么好？李老师，你进去干什么？翻译不需要翻译吗？你说，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不好意思。Excuse me， 你有换衣服吗？你准备说什么 ？That's it。结果没几分钟，阿朱西又湿了。这次换衣服后，就是孔太太们的福利时间喽。天哪，难怪他要换衣服哦。真的是很 sweet 的阿 Juicy， 有局长有宝宝的。还一连抱了22位粉粉呢，实在太幸福了。언제나대만올때마다이렇게뜨겁게저를환영해주시고사랑해주시는대만팬여러분들께다시한번큰감사드리고싶고어여신감사1500位孔太太提前为孔刘庆生，阿 Juicy 表示感动。너무너무감사합니다왜냐하면생일이아직좀남았는데이렇게빨리40살을만드시네요고맙습니다지금이공간에계신모든분들이항상행복하고건강하셨으면좋겠어요그게첫번째소원입니다오래기다린만큼여러분들이다시너무사랑해주실수있을만한그런멋진작품을만나고싶은게제두번째소원입니다好，八戒。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my birthday cake. Ready, cut. 阿扎，八戒非常的硬了，对不对？阿朱西实在太可爱了啦！当时我못했는데생일추가까지여러분들한테직접받아가지고너무감사하고요그리고이렇게또멋진케이크준비해주신이벤트준비해주신또에이수에게도감사드리고拜拜，身体健康。Thank you guys.谢谢娱乐动新闻，阿 Juicy 要再来哟，报道。